屏东县竹田乡的竹田一叶建筑当有日本风格，连连三年来攀竹田通万贵，也就向来的全台湾当好 cosplay 的人来参加。竹田乡公所今年到竹田东江国内的活动当中，还干嘛来攀 cosplay 比赛，而为高庭年竹田一叶百年庆来做准备。听到音乐飞刀剑，可是演出通漫年年刺痛人心的故事。难道机械生物跟人造人就不能和平相处吗？对全国来的 cosplay 好事，经过初审以后，由二十队进入决赛。每一届参赛队伍前卖的体育台风太秀神速，争取得名的机会。都第一名，就是最好成绩是第一名。有沉水者打扮做日本动漫的主角，也有人打扮做台湾舞台戏的角色，形成两类的台语对抗赛。上个月向前，还有各异入样的人来欣赏。昨天一整一百人，我哋会结合 cosplay 会发通，同 cosplay 大赛共同咧来将我哋昨天最彩铁的东西来去发扬出去。女朋友哦，入围比赛有请嘅评审，技术、手艺还有灵手，三位评审打扮做天阳钢铁人第八嘅男主角，还有日本妖怪动漫嘅麦玉郎。评审嘅打扮真大眼，使得现场热闹，也台风酷色嘅精彩表演，也为明年竹田一彦百年庆做足嘅暖身。下届新闻潘顺峰评论报道。